扎。我怎么扎了？不专一。我针线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弱水三千，我取千万瓢饮。快下来！哇，你这人太好了吧！可张伟，那小熊熊捶他胸口，那我的眼好要的命。哎，你看他捶的。刚才是不是看我了？他好像跟我对视了，是不是？我看见了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我看见了。小强，小强，快走，咱们去看吧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小强，小强。谢谢，没想到这人比电视上还要帅呢。虽然对他脱粉了，但不得不承认，这身材真的是天生的衣架子。就算简单的衣服穿在身上，看起来也非常的人模狗样啊。拜拜，医生哥。哥哥，这不是粉丝都这么称呼偶像了吗？对吧，金墨哥哥。喜欢的还真不少啊。不爱是种美德吗？